妈妈得了。什么意思？然后那个最后一首歌啊，平时自己都是自己一个人彩排，然后今天感觉，哎，好像演了一个100人，待会还要再演一场。开心开心啊！开心。其实不管你演唱会的方式还是见面会的方式，
我都希望大家可以玩得开心，玩得尽兴。如果是演唱会的话呢，大家好好欣赏我们演出的票价。那见面会呢，大家更要玩得开心，不仅在台下看得开心，还可以在来台上。今天这一场呢，来的不在计划之内，是因为就知道你们先生过不来了。
是明天再见。你们好吗？每当我心浮气躁的时候，
然后呢，就是每当我想要去跟别人比较的时候，哎，好像我他蛮好啊，他也过得不错，都是那种时候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不好？我觉得我比他好。就每当我有那种想跟别人比较，想什么追求吃得更好、穿得更好，或者是怎么样的时候，我就会去看看，看看我自己，把一个什么点，我真的能找回到一种平静，就是说生活方式很不错，我们真的要去老看看，然后呢，再来跟自己进行比较。其实我们最好的就是做更好的自己，其实没有必要跟别人比较。我相信你们已经做了最好的自己了。我还在问你，我也没有。只有八个题目哈，待会我们会秀出题目，然后你要告诉我们荧幕上那个截图是在什么地方截的图，可能是地点，可能是作品啊，可能是哪一张封面啊。OK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一题，猜猜这是啥？来，请秀婷拍。我说三二一再举手吧。香港。三二一。哦，谁不懂呢？香港。明显就是一起的，对不对？这不要太小了。来，再一次吧。三二一。我凭感觉了啊，我觉得是中间这位了，戴眼镜这位，来，请说答案。来来，这个先念讲，就是香港演唱会排练的时候，他那个录那个内裤边边。再来一遍，就是香港演唱会彩排照啊，他不是有个彩排吗？彩排是彩排的边边啊，有内裤边边是彩排的时候彩排的边边，还是演出？演出没有录边边，我看过，我看很清楚。演出的时候没有录内裤边边，就是彩排。你可以把 ins 拿出来看，我不他也不知道。你现场打开 ins 看。那我觉得他说的是对的，他是对的，对。OK， 好，得一分。
Thank you.
PS2CC18 没有，好，有吗？好 PS2CC18 有，这个有，好，再来 PS2CK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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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PS2CK22